神在天庭，魔在魔界，人在人间，三界均待业修行，共尊因果轮回之根本。魔界之灵记录着魔界众妖的苦修，每逢千年七月十五月圆之时，是仙魔跨界转生的时刻。千年轮回将临，魔界恐会生事。护都距离魔界咫尺之遥，虽是微末之地，亦应未雨绸缪。谁愿前往照管护都？小仙愿望助护都渡过此劫。
看清面，就看见一道金光。一道金光，会不会是仙？仙进不了魔界，让我去把魔灵抢回来。现在该你将功赎罪了。七魄之根本，七魄乃命魂之枝叶。七魄是什么？七魄实际上就是人从头到脚的七个脉轮，人之元气所在。为什么我们时常感觉到萎靡不振、无精打采呢？这位兄台，你问得很好。来，我没问呢。就你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其实就是丢魄的征兆。我没问呢。哎，这位兄台又问了，何为七魄？天鹰魄、灵慧魄、气魄、力魄、中枢魄、鹰魄和这个精魄啊，统称就是人的七魄。人丢三魄，没命了。现在世道不好，大家出门在外要多小心，万一被妖怪胁迫，怎么办？啊？没关系，护魄灵。祖传秘方啊，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用300种草药熬制而成，护魄保魄，一吃就灵，真的。灵吗？嗯，还行。我来。我那人生不出孩子，你给看看。我今天没有用的，天人少，自己来吧啊！现在看，你摸我干嘛？熊哥，你经过没了？我就说了不关我的事儿吗？你说什么？经过没了？你看我看的，我洗说的还不行吗？你放屁！住手！你谁啊？钟灵。我夫人。胡扯！我不早晚都是你人吗？就是。收。我告诉你，我打他可以。你不可以。钟灵，你哥回来了。哥回来了，走。二姐失礼。哥，哥，什么样的妖怪把你伤了？仙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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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把仙汤喝了，补补气力。钟馗，魔界之令里装着的可是护都百姓丢失的阳魄，七天之后，人人得以获救。那我哥是不是这回就能歇会儿了？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，魔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护都是否永享太平？就看我们能不能受得住魔界之灵了。求求你放过我哥吧，万一我哥被妖怪……钟灵，仙人，妹妹说的对啊，妖怪那么厉害，
我们人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但是你说过，你还有一套降妖大法，是制胜奇招，你会在关键时刻传给我。现在算是关键时刻吗？你现在有气力了？没有。当然有。仙界选中的勇士，仙人，您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一直记在心里。你的天赋还没有完全发挥，你还需要多一点磨练。看着他。传说中的魔扇，用万年蝙蝠的骨血制成。凡人受用仙气，必被仙气所伤，承受极大的痛苦。这苦，你受得了吗？仙人，中国能吃苦。仙人让我降妖，我打不过妖怪，心里郁结，那才是真苦呢。好，
的另一面。钟馗，他就是你。开一次魔扇，你的心魔就会被释放一次。能力越大，就越要坚定信念，否则你就会被心魔吞噬，堕入魔道。记住，千万别在人前随意开扇，你这副样子，人们会把你当作妖魔。重在修炼你的心念，只有秉持念力，才能穿越痛苦，驾驭超能。仙汤，这些症状即可消除。杀魔，先要做到心中无魔。
说人不能战胜魔？今天你们就赢了，你们得到了魔界之灵，新世界来临了。七天后月圆之夜，你们的阳魄便会回归，妖魔将万劫不复，护都会永世安宁。魔界在这七天内必将全力反扑，你们只要众志成城，就将成为英雄，我与你们同在。喊人的妖，诛之！西都护府发准予入堂。从西域何地来？楼兰。哪天动的身？两月前。所有车辆入关都需经过钟馗大人的批准，不准入关。走，哪里有人下车？等等，我查完再下车。我叫雪琴，从西域来。可以走了吗？啊，走。嗯，这西域的姑娘，却这么凉吗？放行，放行！明晚来看我们西域舞姬办演出啊！不看后悔啊！三年去哪儿了？我不认识你。我是钟馗，蓄了胡子，我现在是斩妖师。斩妖师？大人喜欢杀妖啊。我不杀他，他杀我。果然不是雪儿。
雪晴从未来过护都。姐姐，怎么回事啊？姐，兰城那人怎么又来了？看够了没有啊？哦，没看够。过来帮忙。看不够。我的三魂七魄都在你那儿。油嘴滑舌。嗯。啊！听说昨天西域美女进了城，个个都长得像妖精似的。何止像，就是妖精啊！你也去了。我那个，哎呀，是他们叫我说来了堆美女，然后那个，就我就凑热闹，就看了一眼。那美吗？哥回来了。正气浩然，日月明，进入乾隆卧，入座不平民，撤。我歌鬼神哭，我舞入苍冥，吞吐冲河域，人间世道期。姑娘，那日真是失礼了，但我钟馗顶天立地，绝非轻薄之徒，想我寒窗数载不肯娶亲，不求朋侣，只为有朝一日为我大唐盛世
做出一番事业来。可以进来吗？小女子赶路，不巧遇上风雪。姑娘，你的手好凉。我叫雪儿，身体天生是冰冷的。这屋子好冷啊。啊，我这儿没有火盆。你读书是为了兴大唐之盛世吧？姑娘怎么知道？这么多书都记得吗？嗯，论语、泰伯章，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非弘不能胜其重，非毅无疑至其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以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以远乎？孙子兵法，死地吾将视之以不活。方为客之道，深则专，浅则散。吾所亡者，死地也。死地，吾将视之以不活。故用兵之情。是呆子。《礼记》，等心上人，等了前世，等了今生，值得吗？礼记有这几句吗？值得吗？我说看着那么眼熟，我刚才跟你说的就长得漂亮那个，跟画上的人一模一样。真的假的？骗你干啥？明天我将返回天庭了，妖魔定会拼死抢夺魔界之地。麒麟会帮你守护。钟馗，你要确保魔灵安然无恙。
明晚的成败将决定我们以后的一切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你做妖多久了？600年。你呢？900年。你都1000多岁了吧？如果失败，那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在魔界再熬1000年。修行之苦可以忍受，但是无望是最可怕的。你为了指令，不准现形。明天晚上，你们要极尽所能，魅惑来看演出的那些人的心，特别是那些真钥匙。我要喝酒，谁人拦我？我要喝妖胆酒。没有，我知道你没有，我自己带了。飞霜，寒气进来了。有传言说妖怪进城了，护都要闹妖了，大人知道吗？好啊，那就有好戏看了。钟大人怎么抓妖？眼睛一直看着他，等他现形。那妖平日里都什么样？妖最爱扮成美丽的女子。有钟大人不杀的妖吗？明晚来看我演出。那就要看是谁了。姐，他明天要不来怎么办？他一定会来。等一心上人，等了前世，等了今生，值得吗？你去蛊惑人心，小心被人心蛊惑。如果我是妖，
你还会爱我吗？如果你真的失忆，那我的阳光早就没了。难道妖的爱配不上人的情吗？人妖殊途，亘古不变。醉翁之意。什么都有了，送给你，别当真。他还没来，该你了。魔界之灵，快来这里，让护都的百姓们重获失去的阳魄。
Thank you.
先走，现在就走。抓到了吗？你不是当年的雪儿，我也不是当年的钟馗，你是妖。你要杀我吗？找我吗？你的剑掉了。你不要使用法术，不许你吓唬他。虽然我没见过你，但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是我哥画里的人，你是雪儿。三年前你不辞而别，你知道这三年我哥日日都在思念你吗？那年冬天我哥每晚都醉于腊梅树下，一天清晨大雪盖住了他，他虽然没有死，却跟死了没什么不同。你为什么要离开他？快快去看，我人被抓起来了。昨夜这里发生了一场殊死搏斗，妖魔与道祖魔灵，但他们失败，魔界之灵还在我们手里，就像我还在你手里。但是危险并未离开，在这最后的三天，我们必须万众一心，才能确保魔灵不失。
最终迎来故都的永世安宁。你们认识他们吗？他们是跳舞的。敢在护都作乱，就只有一个下场。
小姐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在操纵。来得正好。原来是钟馗。把炫耀给我杀了。
出去。这不是什么仙汤，张道仙每隔两天就让你喝一次，以保你七魄不散，魂飞魄不散，你懂吗？喝了它。姐姐，带他去魔界，大王会告诉他一切。就是妖精，连钟大人也过不了这关。哎！干嘛呀？
么了都没有。我没摸到哥的脉，哥你的命没了。你胡说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哥怎么可能没命？哥不是在这儿的吗？你胡说。我是怎么撞上金鹏的？我又是怎么回来的？我怎么都不记得？再也见不到哥哥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是张先生把你带回来的。先生就是先生，你回来的时候也好人一个，那头上连个疤都没有啊。Yeah, man.
出身钟馗本应为当朝状元，被奸人所害，撞金榜而死，冤魂之身却被张道贤所用，替他盗取魔界之灵。我说这是你的刀吧？这世上只有魔才能进入魔界，仙也不能。你不是魔，你怎么能变身食指？张道贤已经助你成魔，钟馗，你是魔。我不是魔。真相吗？这才是真相。千年的轮回就要来临，你准备好升仙了吗？我们从未停止过苦修，凭你们这点修行，根本修不满魔界之力。不过你们倒是可以去吸食人类的阳魄来滋养魔灵，这是让魔灵快速修满的唯一捷径。这不是违背天条的吗？我最终没有抵过诱惑，魔界之灵果然开始迅速充满。直到我在护都看见你，我才幡然醒悟。仙人要魔灵来干什么？那魔界之灵已经是这三界最大的能量场。如若由他所控，现下将大陆人魔尽毁。你们别想利用我，我不是魔。被夺魄的人是无辜的，但我魔界大部分的妖孽是无辜的。我重犯天条，自有无悔因果。但雪儿，明日魔灵打开，他会灰飞烟灭。连他，你也不救。我们是否长得很像？张道仙会利用千年魔灵的力量来毁灭人类，明晚月圆之时就是人魔两界的灾难。
魔灵在魔界记下我们所有的修为，只待千年的7月15那一日，我们才有机会摆脱业障，获得新生，或转生入仙班，或继续为妖魔。转生一举就是魔界之灵。我斩妖时只为斩妖除魔，怎么救得了你们魔界？张先生，你拿魔界之灵来做什么？你弄到还魂汤了？哦，你去魔界了？魔王呢？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来的正好，过来，明日就是7月15，这里将贵宾云集。为师给你介绍，这个是托塔李天王，他儿子哪吒那都早已名震天下。这位是观世音菩萨，救苦救难，大慈大悲啊。这位是王母娘娘，西方大昆仑的定海神针啊。这位就是玉皇大帝，江山做了万年。如此盛宴，你觉得我该坐哪儿啊？哈哈，永黑，我该感谢你，是你为我带来了魔界之灵。明完此事，我将拥有天地魔三界的最高修为。从今以后，这个位子将永远属于我。这么说，以前你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在骗我。能让所有人相信的故事才是好故事。你想想，若天下太平，谁还来拜神求仙？无欲则无求，人有了贪念才会被蛊惑，心中恐惧自然就需要我。张道仙，你已经是神仙，你还要贪心吗？你没去过天庭，你不知道那台阶有多高，有多长。我比那些神仙差在哪儿？为什么我必须在底层徘徊，甚至连凌霄殿都没进去过？人人都想成仙，可成了仙又如何？每一次的屈辱，我都对自己说，有朝一日，我要颠覆这一切。孤皇魔王昔人养父又利用我盗取魔灵，你制造天下大乱，不惜魂魔人魔两界，这一切的阴谋只会实现你一个人的野心。哼，我会让护主人知道真相。谁会信你啊，钟馗？你只是我曾钟爱的一枚棋子，你什么也不是。当年你就是因为怨气太重才无法投胎。哼哼，什么念力惊人，那都是我编来骗你的。你没有命魂，是我保你七魄不散。
姓被西陵夺魄，从此遍地行尸走肉，这是人间苍生大劫。我今日指望你能放心。要成就大事业，总得有人牺牲。你是要与我为敌吗？这种宴席我准备了千年，还有一天，谁也不许破坏。你才是最大的魔王，滚出去！钟馗，你再也不是我的徒弟了。在等待今夜子时，等待子时一到，能拿回我们被夺走的阳魄，等待魔界消亡，护都平安。但这一切都是谎言。钟馗，你疯了！这是张昭仙的阴谋，妖言惑众。钟馗，要逼弟兄兵刃相见。你才妖言惑众，我哥是不会灭大家的。赵贤为了实现野心，只待今夜子时一到，会吸走所有人的阳魄。到那个时候，护都会变成炼狱。胡说！而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妖魔。不许怪多平，起来！不许怪，不许怪，不许怪！他才是魔，他一直在欺骗我们，他不想还我们阳魄。子时一到，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妖魔。你们相信他吗？大家仔细看看钟馗，看看他的样子。钟馗，你披着人皮是不是很累呀、为什么不露出你本来的面？现行啊，现回你的妖形来打我们呀、
你这个妖怪！只是一个被人利用了三年的幽魂。不管是人是妖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你是想回湖。最后一站，不管你去哪，我陪你。
是来拿魔灵的。妖孽！仙人不思修炼，岂是道毁我魔界？你救钟馗也是为了利用他。你这个伪仙人，受死！
没什么能乱你的心了。英雄爱上妖，你也没逃过凡尘。爱真的那么蛊惑人心？Thank you.
智慧明镜心神安宁，所有魔声和法相都不是你的本性，还不快去转生，仙界需要你。